妈，你赶紧管管你那儿媳妇，一天躺在沙发上啥也不干，说她两句吧，还给我顶嘴，她还说你也治不了她。反了她！我今天倒要教教她，什么是三从四德。嗯。儿媳妇，这都几点了，你还躺在这里？我儿子说你一天到晚啥活也不干，衣服不洗，饭也不做，怎么你还等着我去做呀？你真不知道你有啥好的，我儿子能看上你？妈，我腰疼。哎呀，你事儿咋那么多呢？不是腰疼就是腿疼的，跟纸糊的一样。不行，回屋躺着去。哎妈，你怎么向着他呀？他明显是装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是你亲妈，当然得向着你啊。不光我，还有你爸你妹，管大事小事我们都得向着你。嗯，我们全家人联合起来，保证让他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行，你们都是一家人，就我是外人，我要回娘家。哟，吓唬谁呢？你娘家离这几千公里呢，你在这一没亲戚二没朋友的，你能上哪去啊？你欺负人啊！这日子我一天我都过不下去了，我要离婚。哟，又吓唬谁呢？少让你吃饭能省不少呢。哼，哎，你耍脾气给谁看啊？你有本事待在里面别出来。不出来就不出来。妈，还得是你啊，妈出马一个顶俩，也就你能治治他的臭脾气。那可不，我可是你亲妈，我不向着你谁向着你啊。儿子，到饭点了，你去做下饭，我进去好好训导训导他。行吧，妈，你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，好好给他上上课，还看他以后敢不敢跟我叫板。妈，吃饭了。你待在屋里好好反省反省，饭你也别吃了。哼，不吃就不吃。你看短了吗？闻着挺香啊。你做的这酱香香锅真不错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啊。我知道你不能吃辣，就特意用我这个酱香香锅料包，用它做出来的味道口感鲜香，酱香味十足。他们家还有麻辣口味的，也很好吃，而且他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对了，现在直播间有活动，9.9元发3大包，超级划算。嗯，那还真是又好吃又划算的。嗯，妈，你们刚才聊什么了？我听着闹得挺激烈呀。我跟他说了，让他要走赶紧走，三条腿的蛤蟆难找，两条腿的女人遍地都是。等他走了呀，我再给你换个更年轻更漂亮的。都找好律师了，房子车子孩子一样得先带走，直接让他净身出户，这事你就甭管了。今天妈必须为你做主。妈妈妈妈妈，你先别着急上火啊。这老太太下手够狠的，这小月也没有太大的错呀。你说平时家里他照顾的，孩子也是他管的，回来呢还有热饭热，这汤喝，下手也太狠了这。哟，这会儿良心发现了，知道小月的好了，那之前你眼睛当灯泡是吧？哈哈，妈，合着你俩这是演戏给我看的，您不去当演员可惜了，我还以为母爱的光辉降临了呢。我给你上上课，你总觉得小月在家啥活也不干，就得花你的钱。再说了，小月一个人远嫁到这里，不要不负责任，没人负责。还有，我今天得好好教教你，什么是三从四德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他学的吗？闭嘴！这三从，媳妇命令要服从，媳妇出门要跟从，
媳妇错了要盲从，自得，媳妇化妆要等得，媳妇生气要忍得，媳妇花钱要舍得，媳妇生日要记得，记住没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